hi, welcome to Isaiah 19. This is Mina Holmes. 欢迎各位到我们以赛亚19. 我叫做 Mina Holmes. 我是以赛亚19事工的主席. We can see the slide. 我也是总统盾牌华人总召，也是国际联合的使徒，联合国宗教和平大使。那今天呢，我们来谈的这个题目呢是基督徒的觉醒。那美国中期 选举其实在各地的选举对末世以色列中东重要吗？还有呢，我们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的基督徒吗？那当然是不是。那为什么呢？还有呢，我们来谈我们的奋斗史。过去很多人知道我是帮助竞选的，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做到以赛亚19？其实这有很大的一个原因，这两个 是完全是必须经过的道路，而且是非常非常神奇神的带领。我会有很多这个影片跟 slide 跟给大家看以前一些一定是没有看过的，这个是世界上第一张我放出来一些的东西跟各位解释。还有呢，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同伴在做了些什么，或是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以及 这个亚伯拉罕跟以色列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基督徒，有什么能够从他们功课当中学到，现在我们的适用到我们的身上的？OK， 我先来放一个影片，先跟你讲这个影片。这就是我当初在这个川普总统竞选当中扮演一个角色。那这个是在New Mexico 他要下机之前 ，OK， 我是那场的 一个 VIP， 一个重要来宾。 Okay, we're gonna watch this film. Very short. Okay. 这个影片非常的短，那我可以再来看一次，可以看到那个川普总统 President Trump was walking towards us. I was the VIP on this rally.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我跟那个川普总统的竞选又扯上什么关系？我一个华人，那没有真正的政治背景，那跟很多其实，在华人那个时候，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其实神也兴起其他的华人来。 但是我是觉得神给我一个特殊的一个机会，我来解释一下哈。上次我说我会来谈川普的梦，应该是这么说吧。这是我也是在电视上来谈什么叫做川普的梦。我是发现很多神在末世做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在末世。你看一下旧约圣经，就说旧约这个圣经里面哈，看到这个以赛亚， 神居然叫以赛亚做了很奇怪的事情，神也叫约拿做奇怪的事情，神叫这个施洗约翰也做奇怪的事情。换句话是说呢，我们是这个属神的人，神给我们一些特殊的这个属灵的呼召或者一些启示。有时候不是我们通常想象，而是超出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若是说跟神这个有一些关系的话，知道他对我们的指示，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这个只是来自他的。好，我跟你讲这个两个川普的梦，应该这么说吧。我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是其实有帮助这个地方选举，但是没有真正的说很用力的去帮忙什么东西。一直到20，I think my computer went blank. Can somebody come? 在这个，OK，it's back. 一直在这个2005年开始，我在这个中东有开始有服侍，但是不是说真正是这个政治上的服侍，一直到有一天， this is a slide can we show， 当我听到这个 Egyptian Coptic Christians 他们在 Libya 被 ISIS 逮的时候，还有被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大的警触。 当基督徒被杀时，我们除了祷告之外，还能够做什么？换句话是说，我们的行动上能够做什么？我们对这些 Coptic Christian， 我们能够做什么？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政治的背景，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去讨救兵。那个时候，yeah， this is next time， 因为是奥巴马当政，
那时候奥巴马对这个回教、对国际的事情，没有很快的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没有管道之下呢，我只好去，就是说想尽我的脑筋去找这个国会议员。结果我找到了，神让我花了好久的时间，终于联络上了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Ed Royce。他那个时候是全国第四，就是说第四个顺位 powerful 的人。那跟他安排了好久，跟他的秘书安排了好久，终于有一天跟他见面了。他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东西，那他真的是提出了他实际的行动。他派出，就说他派遣，就说他派了四个国会议员，又他那些国会议员呢，又他们又怎么决定呢？派了飞机啊，派了补助一大堆，开始帮助这个埃及，以及给这个埃及的基督徒一些安慰。所以那时候我已经知道，非常知道，政治是非常重要的。OK，那政治不是临时的这个跑后腿。我对这个chairman 呢，其实原来就有关系，因为他的那一区正好在我的那一区，所以我本来就有帮助助选的活动，所以说也不是说突然之间空穴的来风就一下子就认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有过去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来跟各位讲，我们华人在美国能够做什么东西，我是希望说由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next slide，就是说做一个。由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我们不是这个临时才抱佛脚，对不起，这句话这个不太恰当，但是这个平常的功夫就要做上了。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讨到救兵。那这个就是 air race，我拿去这个跑救兵。那这个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加州选举，通常的我们的活动能够做什么？我现在要给自己就是说以。由我自己做一个范本来讲，我们通常能够做什么？好，刚才讲那个最早的时候呢，是川普的梦，所以在我的做的这些到国会啊，到联合国去给这个埃及基督徒以及 ISIS 被逼迫的基督徒去讨救兵之后，神才给我两个川普的梦的，所以我跟政治就是说，应该是说慢慢的顺上来的，就说我也是觉得各位的这个道路不是说一下子就上去，而是说也是一步一步，因为训练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训练，因为每一步你会学到不同的东西，每一步你会学到不同的门道，每一步你会学到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都告诉你，这个川普梦是什么？The two dreams of Trump，OK，第一个梦非常的重要，我这么说呢，因为它每一个细节都实现了，在这个川普的第一个梦的时候呢。在这个梦当中，我看见这个川普跟那个 Hillary 两个人在走路。OK，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两个人是不搭嘎的，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OK，纵使那时候川普是很自由的共和党，但是怎么样不搭嘎的人会走在一起？突然之间呢，我看见一个小孩子在梦中哈，看见一个小孩子大概是7、8岁。很整齐穿着的这个男孩，就突然之间显现在 Hillary 跟 Trump 中间走路。当这个小男孩他出现的时候，突然间的 Hillary 就不见了。那在梦中我就走路，我就跟上了，这个梦中跟上了他的这个脚步。在这个我跟上的时候呢，Trump 就过来这样子跟我讲了很多话，然后他告诉我，这是梦中他的家族的历史。他的祖父母怎么样子做生意，以及教他的什么诀窍。然后走一走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就是离开我了。那时候我就是，到了一个房间前面。我进去的时候，那个房间我都看见很多记者。那些记者知道我前面跟川普总统讲话，所以那些记者一直要发问。可是我一看那个整个房间的记者，我就觉得那些记者不怀好意，他一定会把我说的话都。扭转、曲转，所以我不应该跟他们讲话，所以我掉头就走。OK，这个都是有意义的。好，讲这个前面一段。果真，这个小孩子，我在梦中看到那个小孩子，就是其实，这个后来有人发文章，这是已经证实了，这不是我一个人说而已。这个川普他小的时候呢，他是长老会的，他是Vincent Pale 的那一派，非常传统的。那时候他做一个祷告，他说他长大的时候要为神有所用，只不过是他后来忘记了这个祷告，但是他忘了神却是没有忘记，
结果呢，神呢果真是用他的一生来训练他。虽然他走的不是一个很传统的道路，但是呢，神毕竟是后来要使用他的。好，这是一个。第二个，走到那个记者室的那件事情，果真后来当川普竞选，他宣布要竞选之后，他不再是媒体的这个焦耳了。所有的媒体，就是几乎90%几的媒体，把他所有的话都扭曲 ，OK， 误解，故意误解跟故意扭曲，这是后来也是发生的事实，现在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点我知道这个梦的实现。好，第二个梦，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我的祷告，神啊，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川普那个时候还是感觉上是一个奸商，他不是一个很传统的基督徒，也不是什么。可是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神心意要他？我不懂。神给我第二个梦，那在第二个梦，而且那时候我开始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反对。OK， 神给我的第二个梦，这个第二个川普的梦呢，就是我在一个旅馆，然后我走下去的时候，我看见川普跟我小弟坐在一起，然后那个桌子上呢放了一些就是说有一碗那个 mint， OK， mint 的中文是什么？就是香香的 ，OK。然后呢 ，yogurt， 那还有呢 ，cucumber， 黄瓜。那这三个呢，都是以色列常吃的东西 ，OK。mint，cucumber 跟那个黄瓜。那这个三个东西呢，就在那里把这个整个那个整个 hotel 的这个拉比哈变得好清香 ，OK。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那个时候还不是总统，在梦中他不是，他往我这边走过来，然后他问我一件事，他说 ：“Mina， 我给你的那个计划，就是、说那个 assignment， 你做了没有？”那时候我就把一个透明的，其实在梦中，这还是在梦中，是个透明的那个夹子给他看，我说我做了这个使命，我做了。好，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后来也是实现，在这个梦中哈、哦、解释。我的小弟跟川普一点不认识，而且是他在台湾，一点不搭嘎。但是呢，他代表这个传统的教会，因为他是信义会的人，非常非常传统。OK， 但是那个梦中那个样子，我就知道教会会翻转，教会会觉醒，会后来会来帮助，而且是会是关键。OK， 果真后来果真如此，我们川普的这个仗打的是赢的，只不过是0.00。多少四而已 ，OK， 在四五个摇摆州，所以但是这个梦告诉我，这个教会会觉醒，会帮忙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个 mint 还有那个 cucumber， 那还有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yogurt 是以色列的食物。换句话说呢，川普的当选会跟以色列有关 ，OK。那最后一个 Simon 就跟我现在做这个 Simon 是有关的，我待会儿再解释。所以当我知道确知神给我这两个梦之后，我就知道有一天我突然之间有一个牧师打电话来说，哎，现在川普团队他们在做 conference call， 你要不要上来听一听。我一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就上来，因为我已经知道神给我两个梦，川普是神心意属意的人，我必须全力以赴。那果真后来我是告诉你我怎么全力以赴。这个我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全球的观众，来自十几个国家 ，OK， 那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有一个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我感觉到了基督徒的觉醒，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义务让神的公义彰显。那你要怎么让神的公义彰显？那就是只好选能够代表神公义跟慈爱的人 ，OK， 或者是靠近。这个就说两党也许都不太好，可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你就选的那一个吧 ，OK， 或是两个人都不太好，你选的那个比较好的。总而言之，我们是有义务尽我们之力来帮助选择那些能够代表神的心意，或是代表我们价值观的人，这样子才有办法影响社会。但是我刚刚说了，每一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你，大概我们能够做什么东西 ，OK， 第一个啦。可以去代祷，第一个我去走祷 ，OK， 我跟 show this， 这我跟 Mark Gonzalez 到这个高等法院去祷告 ，OK，Can、okay, we play this？
This is not showing. Do you have sound? 这个是我到这个高等法院，其实我去高等法院也不只是一次了，常常去重要的地方，像是我鼓励大家市议会啊 ，City Hall 啊，这个一大堆地方，你们都可以去这个可以去 Prayer Walk， 这就是我在这个 Supreme Court 前面的这个 Prayer Walk。 Okay. Do we? If we can make it louder, if not, that's okay. 就是说，在这时候 ，I declare there will be 5 Supreme Court judges. That's for God. 你看，现我们现在是不是 prophecy fulfilled? 5 Supreme Court judges now. 现在是 conservative， 因为 Neil Gorsuch 跟我们现在的 Brett Kavanaugh 两个川普当选之后，这个 nominate 而且 approved confirmed 就是。 我们现在五个了，干不晓得搂住，这个会影响我们美国几十年的这个历史 ，All right, okay. So that is the prayer walk in front of Supreme Court. Okay, now, 还有 what can we do?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说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族群。那个时候呢，我还被，应该是说我被这个川普团队上面的那个领导说，你要去这里，你要去那里。 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是对加州有点放弃，因为加州太 too liberal， 加州那个时候呢，就好像是说你有5块钱 ，OK， 你只能用在5个地方，那加州大概是第20名吧，所以那个加州我们是被放弃，只能把我们的那个 energy 放在这个可以摇摆州当中，那其中 Las Vegas、 Nevada 是一个，所以我就在那里也是就说带了很多人去那边做一个 rally。 Is it? Can we play this? Okay. Okay, I'm going to. This is our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Is there any sound? Okay, I cannot get a sound out yet. Okay, got it. Some. OK， 大家可以看呢，这是我们在这个 Las Vegas 的 rally， 这是 Trump rally， 我在那里，这是 miracle，I didn't know anybody there，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当我接受到这个 assignment， 说 you know go hold a meeting there， 我就做很多 flyer， 读很多 invitation， 邀请人，那我都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然后在那边请，就说跟他们说 free dinner， 就带了很多人来。 这个成功是要付代价的，为了那个时候我深深的知道，因为奥巴马他在旁边，有太多穆斯林的人 ，OK， 我们现在要向穆斯林的人传福音，但是呢，他在这个美国的影响，那个时候的，因为借着这个奥巴马的政府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那我在国会的时候呢，就遇到很多人跟我说，你要是说不喜欢奥巴马的话，这个 Hillary 更可怕，因为他下面的穆斯林人跟他出主意的更多，因此呢，我才觉得哎呀，各样的一定要是背水一战。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sample。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去了。OK， next slide， 这个到这个地方呢是在。 哦，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祷告，也请了这个 Sharon Gove， 他也是印第安人在那边祷告。Can we hear the prayer? Okay， 这个是我跟你介绍一下，他也是 Native American， 他也是美国原住民，我就认识了很多。 美国的原住民呢，不但是跟他们要选票，并且呢要帮助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那个时候呢，因为认识他们的关系，我都知道原住民，你知道吗？他们的失业率60%，自杀率25%。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因为这个 land use， 就是他们国有土地使用这个条约。
非常的不公平。所以说新的这个政府现在已经在改变，因为我们有新的政府，所以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选对的人，因为他可以这个彰显神的这个公义。好，另外一个我给你看一下我还要做的什么事情。 OK、yeah, this is the next slide。 当这个资讯很需要的时候，好比说我们那个时候遇到了很多教会的人，教会的第一句话是说教会不能搞选举，教会为什么要扯上选举呢？这个也许是某些地方很对，因为我知道某些地方他们两党真的太大，一进去教会讲这个事情会吵架，所以我说你不要在教会里面讲， do not talk， 不用在教会讲，但是教会之外你可以跟私底下，我是说要私底下联系。那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说没关系啊。 OK， 我就成立两个网站，这个叫 AsianAmericansForTrump.com， 它现在还在 AsianAmericansForTrump.com， 这是我做的一个网站。好比说看一下好了、No, I cannot get in。 我里面就放了很多文章，放了很多影片，放了很多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做参考资料，当个智库。好比说你跟你妈妈说为什么要选川普，你说不出来，你就可以到那个网站，这个当初设计的网站呢，谢谢很多这个华人贡献的这个文章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也放了一个这个英文的网站，刚刚看到了。 OK、yeah, this is American website， 这个也是 for election， 我把它叫做 faithoutreachfortrump.com， 这是我另外一个 website， yeah, during the Trump election。那现在呢，这个还可以继续 ，OK。但是呢，我说实在是没有精神了，一个人要管这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是可以继续的。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哈、哦，这个我是到那个印第安族那边去跟他们要选票。那右边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报纸呢，这个报纸讲的就是印第安人报道，我请了很多印第安的这个族长。还有请了川普的这个竞选的重要人物，在这个做一个 national telephone call， 就是国家这个电话，找的大概是92人吧，在电话上来讨论印第安的问题，还有呢问那个川普这个团队他们的意见，当他当选之后他会做什么？所以说呢，各位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也可以做这一个，因为这个phone system 是可以 worked， 请大家就说请这个当选啊什么的，我们在电话上。来沟通你的理念是什么，这个样子引起大家的了解以及共识，我选你以后你将来 会做什么东西。 OK， 所以不要以为，所以说我一个华人，我跟印第安人原来没什么关系，我跟川普也没什么关系，可是记住了，因为一个责任感，因为我可以 OK， 因为我看到神让我知道这样子的重要性，他给我了两个梦，还有呢，因为我在政治的参与，知道奥巴马政府之下已经太左、太偏左了，很多堕胎啊，很多很多法律，很多对华不同的这个就是不平的这个法律都通过，因此我必须要背水一战。那经过了这个很多的努力之后呢，来给看一下呢，还包括我去这个埃及。Yeah, next slide， 去埃及的大使馆。大家也许说你做不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个我同意。Yeah, this is the next slide。这个是刚才讲的在一个 Trump rally 的那个照片。这个是另外一个 yeah, next slide， 就是到了这个前面的这位先生呢，他是General Counsel for the Nation of Navajo， OK， 然后前面站着的这位呢，他是 Cherokee 的酋长的继承人， All right， 那为什么？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这个不做呀，为了我们的将来一定要投票。这个 slide 不是我做的，但是我很喜欢，就是我们不要做哑巴，这个哑医是哑巴的哑，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哪里不要做哑医，因为为了我们的将来一定要投票。投票什么东西？投票给那一些能够表示伸张我们的理念的，
的那一个人 ，OK， 而且要有一个监督的政策。然后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的这一个啊、这个叫这个人这位仁兄叫做 Lance Warnow， OK， 他讲的就是七座山 ，OK， Seven Mountain， Seven Mountains， OK， 你知道哪七座山吗？最简单的政治的山头、宗教的山头、媒体的山头、教育的山头 ，OK， 七座山。怎么样在七座山的里面，应该是这么说吧。我们已经长久以来了，很多的这个基督徒把头埋在沙里面。我觉得过去也许可以，尤其是在美国，在美国那个时候呢，共和党跟民主党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基本的理念是差不多，他们的这个所要做的事情差不多，只是说要怎么做有差别而已。但是过去这一二十年以来、我来美国四十年了，过去一二十年以来已经是改变太多，不可能了。所以说呢，基督徒要走出这个墙外，走出这个墙外，做光做盐，做有影响力，对社会文化有影响力的人。那这位 Lance Warnow 他讲的那个 Seventh Mountain， 他就讲到了你必须出来坐在你的那个山头，你的特长是什么？也许你有两三个山头 ，OK。以我来讲，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一个山头，但是我对政治有兴趣，我对教育有兴趣，我对媒体有兴趣，我对宗教有兴趣 ，OK。那我的这个理念就是说，当神开什么门，你就进去那一个门。神开了门，就是你要进去使用的时候。记得这个圣经呢，耶稣基督常常在讲的故事。有一个财主，他去远方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来看他的仆人做了什么事情。有一个是就是说仆人有一个是一两银子的，有的四两五两的。那个一两就是说，哎呦，这个我把那一两埋在土里面了。那四两五两的出去做生意赚了很多。我觉得很多人认为是就自己就一两，很多人呢、认为自己是一两，但是 no。一两千万不要买，因为一两就是被挨骂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一两的，我们要做好几两的，要出去赚钱。那怎么赚呢？我刚讲的，我们很要做的事情可以很多。我刚做了这个一个就是一些例子，还比如说这个呢，这是我在 Filipino Group， 去 Filipino Group 也可以要票啊。我是 Chinese， 可是也可以跟那个 Filipino 这个要票啊，对不对？这也是那再来一个。OK， 这是我像这个，在洛杉矶的时候呢，请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记住哦，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人，因为我自己的原来这个生活的那个圈子蛮小。可是因为一个使命感的关系，我就非常的脸皮厚的这个使把我这个 flyer 到处发，请我的朋友跟他们说，这个请你的牧师来吃饭，来免费吃晚餐，我们来解释这个川普总统他的理念。那果真来的大概是七八桌人吧。By the way， 我们这一毛这个川普都没改，都没有给，这个都是义务的。这个在竞选途中所有的花费，所有的都是我自己出钱。那我也出得很心甘乐意，因为神让我有办法这么做，而且我也觉得很值得。后来的那个故事大家也知道了，后来总统当选了 ，OK， 他让我遇到了很多人。这一位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在发表就职感言，就是帮工作的就职的这个是 Muslim leader， 在这个 Trump inauguration，OK、okay， 啊，遇到了很多领袖。换句话说，神给你的资源你拿去用，因为神的报偿其实是更多。之后呢，神给我的道路真的是不可言喻。好，来看一下这个呢 the next slide， 这个是也是个记录。那时候呢 Travis Allen 他是第一个到这个 Diamond Bar 去那边，据我所可能不是了，不 anyway 他第一次到达这个 Diamond Bar， 然后呢我请了那个破长老去。霍长老听他的这个证件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理念很相同。那后来 Travis Allen 呢，虽然说是没有这个初选的时候没有出来，现在是 John Cox， OK， 我
我建议大家，虽然是说我们宁可要 Travis Allen， 但是 John Cox 总比 Kevin Newsom 好太多了。OK， 好，我先来跟你说，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做的，这是个走岛，这也是个很大的故事。这个是在联合国，这个是在 United Nations basement， and this is the Blackstone I was talking about。这个呢，就是在联合国下面的这个地下的有一个房间，这个叫做他们所谓的祷告室，但是这个祷告室其实应该叫做万恶之室，因为这个祷告室基督徒没有进去祷告，只有异教徒，只有穆斯林啊，什么一大堆什么yoga 的啊，什么佛教、印度教一大堆。你走进去的时候，我就感觉那时候我怎么知道要去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很早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地方。Can we show it again？ 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在那里上在联合国上班的基督徒告诉我，这个地方呢，你觉得神没有要你去，你最好不要去，因为很多人进去被击打出来都生病。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所以呢，我就去到这个地方，在联合国，在纽约联合国进去，果然看到这个黑石，这个黑石就是当初麦加很多回教人一年一度去麦加朝圣。Can I have water, please？ 我待会儿来，待会儿。在他们去那个麦加朝圣的时候，中间呢就有这么一个黑石。那这个黑石呢，他们把那一部分搬到这个 United Nation。那这个 Blackstone 呢，就是所谓的万恶之源。那我们去那里干嘛？这不只是我一个人呐、啊，我跟好几个基督徒去那边，就是说要释放这个捆绑，除去这个走岛，除去撒旦魔鬼的这个的这个力量，打开，就是说化解在他们黑暗势力在联合国的这个势力。所以这个是我在那边跟其他的基督徒在那边祷告。好，我们现在再来播放一个影片。 OK， we're gonna play a video clip。Yes, I'm gonna play the video clip。Yes。哎呀，各位好，我们现在呢又来这个访问以赛亚十九的华人理事 Melody。他对圣经这个研究的非常的多年，并且有实际的这个职场的经验几十年。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来讨论的题目就是我们的中期选举，美国的中期选举，或者是其他地区国家的中期选举，还是选举，一般来讲对神的国有影响吗？对神的计划有影响吗？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是有的，他对神的这个时间表我觉得是有影响。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过去几年的时候，正在 ISIS 猖狂的时候呢，那他们的理念就是说他们要急速。按着战争的这个结果，还好呢，我们有正义的国家去阻止了ISIS，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丧失了很多性命。这一次我去伊拉克，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人，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自己受破坏、被杀的都有。但是毕竟 ISIS， 我觉得是最起码被暂时阻挡的，所以说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另外一个在圣经上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那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答案被延迟了21天，都还没有到。到了21天，
表你的理念或是神国的理念，我觉得对时间对神的那个计划跟时间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现在来想问一下这个 Melody 这个意见，就是说你们能举出一些圣经的一些原则跟他的例子以及神的心意，你觉得基督徒就是说负有什么样子的神国的这个这个责任来这个做这个选举的角色？我想在圣经里面非常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以斯帖。那在以斯帖的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他们亡国，然后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个时候呢，犹太人整个犹太民族是一个次民族，是一个被奴隶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民族，或者说一个是一个性命不保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当莫迪改发现了这个有一个皇后的这个职缺，当然皇后通常都是不干政的啊，但是他发现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机会，所以莫迪改他就把这个以斯帖呢就推进了皇宫，把他引进了皇宫。莫迪改没办法，他是男的，他只能够把他的女儿他的养女然后送进皇宫去，因为只要送进去就有机会，他能不能成就什么那是在于神的手上，但是参与就是一个机会。所以莫迪改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当然他不知道在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总是给自己民族一个机会，给神想要在这个民族一个机会。好，在这个以斯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当然说以斯帖他背后有一股这个知识的力量，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你的想法，以斯帖不是一个人，他是个台面上的人，他不是一个人，那他是如何一起跟他的人民跟他背后的一起完成这个使命的？我觉得以斯帖他是一个就是说他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的人，所以当莫迪改告诉他说现在正是亡国的时候，你应该想个办法来救救你的民族，但是以斯帖他知道自己的斤两，他说哎呀，这个按照这个波斯马代的这个法律的话，这个皇帝没有给你申金帐你是不可以，他皇帝没有给你召唤你是不可以去的，我已经30天没有被召唤，我去了死定了。他知道他自己的斤两，但是呢当他告诉莫迪改这些话的时候，莫迪改告诉他说你今天得了皇后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这时候，所以他会知道他自己能耐不够，所以他告诉他莫迪改说好，那请你告诉所有的这个犹太民我们的犹太的族群，告诉他们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会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会请求莫迪改去为他发动网军，然后成为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成为他的后援，因为他认识他的能力有限，他也认识人的话语有限，他也知道在台面上虽然是他一个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后盾的话，即便他死了他也不能够救他的百姓于这个灭族的状况里面，所以他会请求他的后援部队成为他一个祷告上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后盾。对，那以现在来讲，好比说呢，我们整天要为在上位的祷告，好比说川普总统，在国外的人呢不了解他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呢他就是说在国外或是国内的媒体呢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来审判这个川普总统所做的事情是用属世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在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角色呢，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我们认为说他所做的事情是符合神的心意，好比说把耶路撒冷迁都就是说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好比说呢他举出了两个很好的这个大法官，那这两个大法官呢会影响美国将来几十年 OK， 那还有呢当然说还有其他的几个政策呢都是我们基督徒赞成的，这样子的角度在国外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可以说他的增长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为在上位的祷告。那同样呢就是我们化成我们以赛亚19来讲，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先锋的这个的工作，
那很多人知道我刚才举出来的这些这个影片，我是从帮助地方一直到总统川普选举这个过程过来的。那必须要经过那样子的过程，神看到就是我们过去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我现在好像是在走很远的路，没有经过前面的过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我现在以赛亚十九的这个道路。那我也很希望这个你学的这个 Melody， 我们需要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其实不论是就是只要是三角形一定有个点，大三角形有一个顶点，小三角形也有个顶点，大至一个国家的领袖，小至一个机构的主席，每一个顶点下面都可以牵扯出它的一个三角区块。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安得在这个三角区块的每一个都要成为它这个顶点的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一个帮助。所以就是说一个看不见的帮助是一个属灵上面的支持，就是为他的带到一个实质的帮助呢，就是一个金钱的支持、时间的支持、体力的支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我们用一个这个三角形往上面推的时候，这个三角形一往上面推，下面还有再跟上来的时候，这一个的三角形会被越来，就也就是说这个机构或者说这个版图就会被扩充起来。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支持一个就是说用我们圣经的角度来解析，用真理的角度来解析，它符合神的原则，符合神的亚伯兰之约的。以前就讲过，你靠过去了你就蒙福，那你去支持了，神也用这样子来跟你来个互动。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在金钱上、在祷告上面、在时间上面、在才能上面，那我们也来支持以赛亚十九，让以赛亚十九这个前锋打仗的人呢，往回头看的时候不至于没人跟上，要不然他就是伊丽莎，他不是一个三角形，他不会成为一个顶尖的一个，他就是一个点而已，他够不了一个三角形，他够不了一个山头。那今天我们以赛亚十九已经是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山头了，因为我们在亚述、在以色列、在埃及，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连结了，也是一个非常 top 的连结，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连结。其实我们用事实就可以来看见上帝在这幕后时代他所做的事情，神就好像像跳棋一样，直接就跳到那个位置上面，他并不是一步一步的爬，也就是说神的后面的一个时间的 timing， 它是越抓越紧，越抓越快，这代表上帝的心脏跳的速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上上帝的一个时代的脉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得到在这以赛亚十九事工里面我们可以参与的部分，不论是金钱的、是体力的、是才能的、是科技的、是劳动的、是实际的去参与的，还是在祷告里面一同征战的，我相信都可以让这个神的 timing抓在神最美的时刻上去完成它。好，这个谢谢哈，刚才这个的那段话哈，非常非常感谢这个 Melody 他给我们的这样子的鼓励。那果真的哈，一个仗不是一个人打的，你看到的只是台面的那个人，好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President Trump。你看到他是总统，他下面有很多阁员什么东西，他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他去了很多 rally。 那这些 rally 你刚看到的这个 rally 其实有很多那个这个 volunteer 来帮忙，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刚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可以去帮忙 rally， 我们可以帮忙传达信息，我们可以 做那个网站，或者是告诉人家这个网站 有什么好消息，传达信息啊，传达意向。那当然说神有给你一些特殊的机会，我可以这个召开记者会，我也可以去这个高等法院去走导，我可以就说我所谓的我就是说很多人呐、啊，你也可以帮忙这个选举的这个就是我们有voters guide， OK， 那时候我也帮忙翻译四五个这个 voters guide， 我要感谢好几个人也有帮忙，有吉内有帮忙 ，Wendy 有帮忙，还有。就是说有人有帮忙我翻译的。那我刚举的这些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很多。OK， 我用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就
就是说我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一个人，神让我以前走的这样子的，从帮助回宣 ，OK， 一直到帮助这个难民的事情，一直到国会去请命，到联合国去走祷，到这个高等法院去走祷，一直到神给我两个梦，然后又一直到神开路让我做很多其他帮助竞选的事情。我要感谢很多其他各国的华人，不是各地的华人都有帮忙，我不是唯一一个，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是神给我特别好的机会。从那个之后呢，当川普当选总统，他当选之后，当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知道，对，他对以色列选举对以色列是有影响，因为以色列的这个政府官外交，这个外交政策，这总统的外交政策，当我去以色列官邸访问的时候，他告诉我，谢谢你们为川普竞选的人，因为我们现在以色列觉得很 secure， 就说当美国做我们的支柱，做我们靠山的时候，旁边的这些人就不大敢来攻打我们，当我们没有美国支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非常的这个微弱，所以对以色列有影响。我的埃及也是听到这个类似的话，我去伊拉克也听到类似的话，所以我们的选举对末世也决定的影响。刚刚讲到这个Daniel 的故事，刚讲到以斯帖的故事，都是这个样子。好，从那里我怎么会转到现在做以赛亚十九？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影片。Okay, we're going to show this this clip real short. We're showing this clip. And we say,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Chinese people, my people of China. I call you now."To Isaiah 19. I speak your name. I call you. It's your destiny. It's your place. I speak to you all over the world. Come now. Be released. I speak to you from Taiwan. I speak to you from Hong Kong, Singapore, mainland China. Come. The harvest is ready.Amen. 所以我不是故意说要做什么事情，而是没有办法。当神给你一个使命，给你一个呼召的时候，我必须遵从。那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很清楚，就是说啊，神跟你讲话，神把你叫到台上，不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神在末世的心意，神的末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确是要他的儿女，他的 children of Abraham 是谁呀？就是 Ishmael 还有 Isaac 的子孙一起敬拜神，然后呢，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是末世必经之路。我毫无选择，我相信我们都没有选择，是要帮忙一起走向这个以赛亚的大道的。所以我没有放弃美国的竞选，我也没有放弃竞选。我还是有帮忙，只是说力道比较不一样。还有呢，我下个月也要去台湾也是帮忙另外一场很大一场有这个详细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那总言之这么说，就是说在勉励大家，我们的路不是一天走出来的， OK， 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我们纵使不觉得自己才能很大，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团队，团队其中的一员。有的人是可以这个煮饭的，有的人可以挑水的，有的人拿柴的，有的人可以去买柴的，有些人是可以去做，就是说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作，有代祷、有实职、有各样工作的都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一力，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只是说他量给我们的能力来要求而已，他没有要求超过我们能力的事情。OK， 那我现在在给大家看一段。I wonder how much time we have, and if we don't, we can phase out. You know, take this out.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从此之后，当神给我这个带到以赛亚十九的时候，第一站去的就是以色列，被邀请进去的。OK, we can take this out.
So, 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是我很欢迎大家把这个影片呢，虽然说今天是有点 kilikolog， 不过没有关系，这个信息还是真的传给大家。所以 God bless you 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hope to see you on the website. You can go to thecrosstv.com， 还有呢去我们的网站来看我们其他的这个消息。谢谢。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God be with you.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Amen. Bye.